问的问题跟你讲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踹你，踹你，踹你。小明星大跟班上个礼拜播出的时候 ，Sandy 都没有声音嘛，啊，结果我们收视率是破了这两年来的记录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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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趁这个声音，我去出一张唱片。我的嗓子怎么成这样？节目第几年了？今年要迈入十七啦。七会不会搞到二十？你这什么意思？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会啦。外形大家都没变。变很多好不好？你要不会看一下袋子？每个人都有那个进化，每个人都有进化。哦，是进化，不是退化，对不对？进化，而且是逆龄。你自己也是逆龄？一定要的啊，就是要固定那个进场修一下。所以你总共有17年没有接过商业广告，是有推掉吗？就是对。因为没有推掉的话，都没有人找你。我就可能要自己检讨一下了。问的问题跟你讲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踹你，踹你，踹你。有些年轻人喜欢抽事后烟，有没有方式可以取代的？就是教他们怎么戒烟这样。抽事后烟，这跟戒烟有关系吗？对，就是他告诉他们，不是这种时候都一定要抽烟。我觉得你的重点是在事后吧。